走吧，让我们重新出发。就算还有伤，都不要负心打卡。让我们重新出发，别人不服气，不为我心痛的家。Oh,
我们吐槽队长。现在很多人吗？看起来还不少。感觉明天很多人。那个明天，那个假小虎队，太狠了。我去年也是假小虎队的成员。前年。去年。大前年吧。去年也是。去年是吗？去年是吗？去年你有来？我去年有来，我本来就确诊的。哦，对，不是，好了，反正我记得那个疫情几年好像都是没有的，我忘记到底是哪一年。我之前是假小虎队的，然后，可是那时候阵容没有那么完美。今年的大家算是赚到，因为今年这个阵容有点狠，就是一堆奇怪的人。其实知道平常都不会来百乐门的。蛋糕对啊，蛋糕不来干嘛？他没有喝酒，他不喝酒的，然后来百乐门表演。顾小孩。然后，哦，恭喜百乐门十周年呐、啊！然后也没有然后了，我调音。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普通队长2023年的最后一场演出。然后原本我们去年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嘛，像年初的换鼓手事件，然后再到一些就是今年我们都跑去当兵，然后有一半的乐团会在说当兵，然后要休团的时候就直接渐渐解散，对，但是我们撑下来了，然后我们还拿到了70万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了要跟大家分享我们70万的喜悦，我们特别准备了。我要脱吗？要，大家要叫刘嘉伟脱。你们要脱脱脱，快刘嘉伟稍微脱。啊，没有人要喊。刘嘉伟要脱了，2023年。我现在在那个蛋糕的公司上班。好，现在做衣服是，哦，没事就想做一下衣服这样。这是可以，免费听的吗？这是可以脱衣服，可以免费听啊。但是有没有人要帮他脱？我觉得他遇到困难了。OK， 哒，大家看得到吗？有，看不太到。反正这边呢是我们的一首歌的。好、哦、干，这是黑的，靠背。低调，有钱不能太高调。对，未来的，哎，对吧？这边是，对，大家这样应该看得到，我比较矮。现在的我三餐吃泡面，未来的我，哎，未来的我会变有钱人。然后这边是一颗麻将，70万。然后这边是普通队长，这个是需要文化部，需要文化局啊，需要文化局。然后那个买这件衣服，祝大家就是打牌。你现在买嘛，你就过年的时候穿，然后打牌的时候摸牌，然后就或者是你给你喜欢的人穿。对，然后如果你有缺什么牌，然后就可以摸他的70万。对，如果你现在在胡一些7万什么的，你还可以放在胸前挥来挥去，混淆对手。对，就是自摸，然后干，你是不是偷藏牌？对，然后这件衣服，大家知道外面的黑心乐团衣服是怎么卖吗？成本价多少钱？一件400块，成本价的衣服会卖多少钱？800到1000吧。哦，有专业的，再黑心一点的就是3倍价，那些长袖 T， 然后是 UA 卖1200的，绝对都是赚你暴利，当你们是盘子。但我们普通队长团 T， 1200不用。1100不用，1000不用，900不用，700不用，800不用，900不用，800不用，700不用，600不用，500上车。成本450，因为我们已经拿到文化部的钱了，所以我们不想赚你的钱。50块，刘嘉伟的运费，限量20件，麻烦大家今天帮我们带回去，让刘嘉伟不要再把它带回。没有错，不要再问我虾皮有没有卖，现在就发文求代购上车。好，唱歌，下一首歌。地上。下一首歌，感受饥饿的歌、啊。
下一首歌是一首叫《寂寞歌》的歌，但因为刘佳伟今年是寂寞歌啦，哦、是寂寞歌哦。下一首歌叫《修炼爱情》，但概念是一样的。但因为刘佳伟没什么好修炼的，他今年已经脱单了，但明年一修炼我有机会了。哎，修炼就是要一步一步继续往上的。好好，那个。I'm gonna go get some more.
明天哎，后天，明天要2024了，大家2024继续加油。就是今年前几年都很烂，但是那不是那几年的问题，那是人的问题。为什么要吃蝙蝠呢？不知道。但是加油，我们就是帮你打气。啊，如果你觉得我们打气有效的话，这边有20件衣服，对，500块，500块上车，我们只卖你赚了50块，50块，20个人都不够付刘嘉伟的运费，麻烦大家。下一首歌，打气歌。Thank you.
好了，大家可以去买酒了。